它既可爱可以居家穿，又可以外出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，真的是像熊宝贝一样 QQ， 然后呢有一点点像什么华夫格效果，你没有看到它的织纹很特别，那上面的磨毛完全没有任何扎肤感，柔软到不行，厚度来说呢我觉得也不会有过于闷热的感觉。那你可以看到它在下围的地方很可爱的点是什么，它有点像小花包这样往内包起来，所以呢它的那个修饰腿型显瘦的效果非常非常厉害。如果你们今天想要参考长度哦，身高是167 52公斤 S 号身形，可以看到我可以变成一个小洋装的感觉，然后是开襟式，你可以就小性感或小帽 T， 所以我觉得穿下去完全没有大皮肤，它就那种可可爱爱舒舒服服小小慵懒小小性感的部分了。